师来介绍的是相关系数，如果有 N 组数据，好 ，x、y 的 N 两个变数，它的 N 组数据，当 x 是 x1 的时候 ，y 是 y1；x 是 x2 的时候 ，y 是 y2；x 是 xn 的时候 ，y 是 yn。这样的 N 组数据，那这两个变数 x跟 y 这两个变数呢，它的相关系数我们把它叫做 r，xy 或者直接叫 r 就好了，好，相关。好，相关 relation 哈，它的相关。好，那这个啊会等于什么？要怎么定呢？好，它是定义成这个样子哈。我们要来讲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定。好，就是说你现在呢有很多的数据，很多的数据。那这个数据啊，你发现它如果它比较像这样子的，哦，这个就是右上左下的比较多，那它就会是正相关。那如果是左下右上的，左上右下，左上右下的，那就会变成负相关。那你要怎么样子去定义它可以做到这件事呢？哦，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看象限的话，这些象限，一三象限，它正正跟负负，它相乘都会是正的。那这个正负跟负正呢，相乘会负的。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的关系来做，我们就把你这里本来的一些数据，把它的什么中心找出来。那中心在哪里呢？它的中心把它找出来，它的中心就在你的平均的地方 ，x 的平均跟 y 的平均的地方。好，然后把你所有的点都相对这个点，以这个为基准，就是把这个当作原点定义。好。把它当作原点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每一个点都要去减掉 x 的平均，还有 y 的平均。好，那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一三象限啊，你如果把它相乘的话，那它都是正的，那你把它加起来，正的就越多，就表示一三象限越多。那如果你把二次象限加起来，它如果是二次象限多，那它就会负的多，哎，那就刚好啊，因为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如果是一三象限会比较多的话，那它就会变正的，那如果二次象限多，那就会变负的，哎，这不是刚好符合我们要求吗？哦，所以就是先把它变这样，然后把它相乘，哦，这里就是这个点，它的 x 坐标跟 y 坐标，把它找出来，然后相乘。每一个点都相乘，然后把它加起来。那这些一三象限的点如果比较多，因为它正正或者负负相乘也是正的，加起来就正的会越多。当你正的越多，就表示正一三象限越多。那如果你负的越多，就是二次象限越多。哦，那如果有一些负的，那它就会把你这个正的稍微减弱。哦，就是这里多了一些负的，那它你这个相关系数就会变得稍微小一点。这样蛮符合我们要的，哦，所以这样定是蛮好的，这个部分蛮 OK 的，哦，蛮 OK 的。好，那接下来，哦，就是先以中心为基准点，所以通通减掉了平均，然后把它两个相乘 ，x、y 相乘加起来，哦，相乘加起来。那底下为什么要做这样呢？哦，是安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这里有三个点，好，哦。这三个点呢，所做出来的，我一看发现它就是完全相关嘛，因为它这个都在同一条直线上，跟这五个点，我也是完全相关，所以这两个应该要相等。照理说它应该要相等，可是如果你照刚才讲的，把那中心找出来，然后把这个乘起来，把这个乘起来，然后加起来，这三个点加起来。跟五个点加起来，五个点是加起来是除了这个之外，还要再多加这个，那这样加谁会比较多？五个点比较多嘛，因为五个点包含你有三个点，还要再加其他的，而且这都是正的，那一加上去一定越来越多。那越来越多的话，你的 R1 跟 R2 就不相等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点的因素把它去掉，点的因素去掉很简单，你有三个点，我就除以三，你有五个点，除以五，哎，这样就 OK 了，哦，这样就比较 OK 了，好，所以你就把它除以 N， 以
有几个点，我就除多少，那我就去掉这个有几个点的因素的干扰。好，那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老师，如果是它是这样三个点，虽然同样三个点，跟这样三个点，那这三个点同样三个点，可是你一看它都是完全相关，照理说这两个 R 也要相等才对，可是呢，你这个相加跟这个相加，是不是摆的会比较大？你摆的数据大，对不对？啊，孔的比较小啊。啊，你都除以三啊，你除以三，我除以三啊。啊，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，那、啊、同样除以相同是三，那比较大还是比较大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这个其实就是放大缩小。放大缩小，我如果把它去掉的话，我就把它的 x 的标准差平均距离，这个平均的那个距离的平均，把它除掉，那这个放大缩小它的因素就可以去掉。就是说，这里有三个点，你把它拿去这个影音机把它放大，放大以后它变这么大，但是它的相关性还是一样的，那相关性还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你要除以 x 的标准差跟 y 的标准差。那 x 的标准差就是这个啊，你还记得吗？ y 的标准差就是这个啊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 n 分之一跟 n 分之一乘起来以后，刚好可以提出来，啊，这两个刚好约掉，对吧？所以你就会变成是这个除以这一个，所以你公式记这样，然后接下来再做，其实用这样做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相关系数，